球球进去了。狗狗现在要逗什么？逗车车。妹妹呢？妹妹现在逗城堡吗？屋子。屋子。大城堡。城堡在这里，哇！为什么你的城堡上面有两个头的？好了，看看，哇，这是萝莉呀、啊！后面那辆是什么车？对，哦，你们的车哦，灰姑娘的车啊。然后那个是灰姑娘的城堡吗？狗狗现在是要动那个大大剪的屋子吗？不是，你要动哪一个？你不要动城堡吗？来，我们看看妹妹，好认真。弟弟，你要动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那是机器人吗 ？Robert。你刚才的机器人呢？坏掉了哎！你不要去救它吗？这个呢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来的？哇，这车这么高哦，这辆车。对呀、啊。这个是火车。OK， 你的火车可以走吗？会走吗 ？OK。撞墙了 ，OK。这个是，你看，我现在做的。啊，你做好萝卜来，来我们来看看，在哪里？哎，这个是萝卜的头和身体呀、啊，萝卜的脚呢？好。你先做他的脚。哇！哈哈哈哈 ！OK， 不不不。哈哈哈！跑这么快哦。啊！他跑不快哎、欸！还是有下去了。好，你推大力一点。不会快。妈妈怎么样？妈妈你看，这样子不会。一只它的。哇！他的脚站起来了。
它的脚站起来了。好大量哦！完成了，哇，妹妹也会兜屋子哎。很像棺材哇，你在干嘛？哦，这是公主的家，公主住在里面。王国也住在里面。他是国王。王国。国王，他是王国。他们都住在城堡里面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这是城堡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给我看你的嘴巴。睡觉的地方，公主在里面睡觉。为什么你给她这样子黏住？哇，变魔术！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订阅和分享哦，拜拜。